鉴于思铎年，全球传播日的文告主题也是针对思铎与媒体。正如非洲布尔基纳法索的总主教奥尔达高解释，许多牧者意识到，今天媒体的新方式在培养新途径所负起的重要任务。我们时代的教会不仅仅用现代的情况来服传，为此教宗和教会的领导都鼓励我们完全实现并运用新的媒体途径来传教，这也是需要面对某些伦理上的问题。身为牧者，有责任教育人们的良知。奥尔达高总主教认为，非洲的教会希望利用现代的途径巩固教会的活动，然而采用新科技，非洲教区需要别人帮忙设置合作的计划。我们面对严重的问题，个人层面的问题，教育，并使这些电视电台的工作人员成为专家。另外，途径的问题，如经济途径，需要采用适当的工具，以达到这个目标。重要是教育我们的教友，并向外传教。